难道又错了？既然这两张卡拼不到一起，那就说明有一个人的卡片是错的。错的？我这个欧尔卡特利加应该是对的呀。应该？难道是我这个？我这个也是欧尔卡特利加呀。那就是你错了。什么？你们凭什么认为是我的错了？肯定是你的错了呀。没错，我这个可是在这个第五弹的新产版里面拆出来的欧尔卡特利加。我这个不是，我也换一个第五弹。阿尔卡罗索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、贾贝利亚奥特曼、三帝王，又一个特利迦，又一个什么样的？能拼到一起吗？那你试一下，来。说明卡还真难拼，难拼也拼啊！可是我新拆的这个特利迦拼不上啊！拼不上就再找啊！你不找，难道让我找吗？这回你俩倒是出奇的一致。阿尔卡之庞顿、赫尔贝洛斯、哥斯拉王、金古桥、库卡拉奇星人，是泽塔吗？泽塔？要不要试试？试一下，来试一下。好，可以。不是泽塔吗？不是泽塔，那会不会是其他卡片呢？不，我觉得吧，我这个是特利迦，能跟它拼在一起的应该是其他形态的特利迦。其他形态啊？你想到了谁？一个奇怪形态的特利迦，阿尔卡特工、桑德里阿斯、梅加诺杰厄、风马奥特曼、泰迦奥特曼，就是他，永恒闪耀特利迦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那赶紧来试一下呀！好啊，这回肯定成功。哈迪亚，又不是啊？难道不是这个形态的特利迦？那你还说什么？还赶紧换一个？是啊，你还想不想要这个特利迦的双明卡啊？那好吧，我再拿一个。阿尔卡格里乔奥特曼、桑德里阿斯、多拉库、加佐特、蝉人类，不会是他吧？谁呀？哦，不不不，应该不是他。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是呀，你乱说什么呀？这可是你们老师的啊！黑暗特利迦，特利迦，合体！哎呀，我还是觉得这两个拼不到一块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都说了试一下不就行了？哎呀，黑暗特利迦和你的特利迦拼不到一起，那还是什么呀？哎，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拼不到一起。你试一下。